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蜗牛旅途。今天呢，没有特别好的目的地，我现在这个车停在这个半山腰上，就把车开进山里面去吧，看看路上有什么漂亮的风景没有啊？大概有一个目的地是叫柳冲，在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山坳里面，但现在这个路比较窄啊，现在我们就出发。往柳冲出发，这几天都是36度的高温啊，都不敢出门，所以最近视频更新的频率比较慢。这边这条路下来，路非常窄啊，两边都是茅草，车的两边都刮了。这个房子不知道有没人住啊，还门锁了。这地方就怕有蛇，平时没怎么走。你看，这里原来是进去的大门，也荒废掉了，没人住了。这个房子还比较新，不知道有没人住啊？但看这个上锁的痕迹，是应该也是。好久没人住了，这边堆了一些柴火，这边是芭蕉树，看这边的路啊，已经被两边这个芦苇或是杂草快掩盖掉了。两边如果车开进来的话，应该会伤车漆，所以我就把车停在下边了。说这个村子里面还是比较偏，你看这里面做饭的锅、灶，还有洗碗的盆。就这样废掉了。这里风也在这边筑巢了，很多野蜂。看，这还有床，床上还有一些衣服。
看，全是这种路，路比较窄，两边视线又不好，也不知道村子在哪个地方，要走多远。那这边看，这边有两户人家。这边还是有人住的，别叫！你好，大哥，这边叫柳冲是吧？啊，对。哦，我过来星期天，我过来玩的。我说今天星期天过来玩一下的。到房子水库。到水库是吧？哦，这边下去到方子水库啊。啊，对。这边好像人家比较少啊，我走下来没什么人家。人家是原来是不少，现在都不在家里去。哦，是啊，就是都没人住了，你看。是啊，这都废了，哎呀，好可惜啊。这房子有点老了，没人住了。咱们看一下门牌号，这边原来是叫王岭村，91号。哎呀，这人去楼空了。旁边是有小溪，听到那个溪流的声音了。这边是89号，从这边出去了。这两个小棚子是柴房，堆杂物、堆柴火的。下面这边也有几户人家，一起看一下。这个飞檐翘角、马头墙，灰式建筑。哦，这是一个池塘，修了一个池塘。哦，你看，叫朱氏祖堂。大门口的一堆狮子的扶手，这边是厨房，偏屋，那也是没人住啊，你看。这是101号王岭村，这边的民房一般都是这个。黄土砖或者土坯修的，它的门为什么还弄一点斜的，有个角度啊？这个我是不太懂这个规矩啊。你看它这个门啊，它跟墙面不是在一个面上，它这边应该有个10度、15度的角度，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啊？
这也废掉，这个应该是很久没人来那个，对联好像过年都没怎么贴。都盖新房子了，土房子都拆掉了。太湖这边山清水秀的，挺好的。我就没事来这个村子里面来看一看。老屋。你看这老屋，挺好看的。这是王岭村213号。哦，这有一些提示卡，有地质灾害的这些，但是没有拆迁哈。嗯，这老屋子还挺大的。这边这个都修了那个护坡了，还用水泥、石头垒的，还比较坚固。这种青砖的房子在这边是比较少见的，大部分是土坯加红砖。这有锅巴，挺香的。这个，我香瓜，嗯，这也倒很有感情的。这个，这旁边那几个小的可以热水，嗯，我这烧锅嘞，嗯，挺好，挺好的。我小时候就干过这个。这房子也是那个堆杂物、厕所之类的。这土坯房也是堆杂物的地方。哟，这还有一个楼梯上去，还有个小二层呢。凉快了。新楼，从这上面看下去，好漂亮！你看，所以他会在这里面搞一个信息提示牌，我觉得这个做的还挺好的。这又翻到另外一个山谷里面了啊！这里面有一些老房子，过来看一下。哎呦，这个上面结的是猕猴桃，看来真喜庆啊！你看一串一串的。
这条路上来是新修的，挺平整的。哟，小狗。你看那墙上好像应该是贴的有牛粪吧，好像是。牛粪其实可以当那个燃料来烧了。这个鸡圈，养了好多鸡。这边就是老房子了，老房子就堆一些杂物，也不住人了。在南方来说，这个晒牛粪当燃料还是比较少的，但是青海、西藏那边哈是比较常见的。这边的这个叔阿姨太热情了，他们在吃饭，然后拉我进去吃饭，都不好意思打扰他们吃饭了。这个村子里面的人就比较淳朴，没有那么多心眼，就特别热情。这山里面你看就听到就是蝉鸣鸟叫，它少一点，对，那个套筒啊，套筒它也多一点。嗯，是。来，住这里真好哎。刚好就从对面那边走过来了。看这边有一些老房子，但老房子都是堆杂物的。那个土墙上也糊的有那个牛粪，好像是。墙上糊的就是牛粪啊，干了以后可以当柴烧的啊，当燃料用的，最原始的一种，也是这种最生态的、最自然循环的一种燃料。